好，在这个第二站应该是康康先出旗啦。来，你要我们找一个那个侠字辈的。侠字辈的，好。冯丽霞。啊。评审都是男生比较多嘛，小姐算啦。喂，你小心一点。找了一个穿的比较低胸一点。但是冯丽霞，你曾经在一个这个 party， 美国一个 party， 你得到一个是什么奖啊？我拿到最有男人味奖。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可能个性比较不啰嗦。战略错误。其实是男的来的哦。那你有没有最怕跟谁 PK？ 我最怕跟吴思瑶。哦。那张宇老师，你要出牌啦！你是最有男人味的，我们派一个最有女人味的。哎呦，曾志豪。啊！曾志豪出列，为什么？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张宇老师的《大女人》。对，听说练习的时候就被说很娘。为什么？你是加了什么动作吗？就可能唱的那个口气上面。哦，那有修一下吗，张宇老师？稍微修了一下啦。好，希望他可以承担得住。这一站非常好看啦，算是最 man 的女人跟最娘的男人大对抗了。好，好，那请问冯丽霞，你选的是？Christina Aguilera 的 Reflection。哇、wow, ，Reflection 对上大女人。我们选的是 Christina 的张宇的大女人。喂，干嘛一定要套一个外国名字？谢伦、康康、左安安派出冯丽霞迎战敌对的曾志豪。外形唱功兼具的丽霞，是否能追回目前落后的两分？下段节目，子弟兵青出于蓝，章鱼歌坛地位不保。一唱歌一进来，那个跪靠就，我觉得就蛮好的。整个歌跟你的人是搭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把章鱼干掉。我还是爱你的。Show the world what's inside my heart and be loved for who I am. Who is that girl I see 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? Why is是曾志豪带来的大女人。谢谢。